时代。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工业，在那个时代不存在。时代。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工业，在那个时代不存在。Industry as we know today didn't exist in that era. 时代。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工业，在那个时代不存在。